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, maybe you'll get sick of being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, under my bed. Think you're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. See me right there.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.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我们五线城市的房价。在我后面的这个楼盘呢，是我们县城属于最大的一个楼盘了。2017年的时候，当时的价格在3000左右，然后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，高层的价格现在已经涨到6000多一平米了。我身后的这个呢是小楼，小洋楼，我们这边的小洋楼就是六层吧。六层还是七层，我不记得了啊。然后还有电梯，这个的价格要比高层的价格要高，每平米要高，两三千的样子吧。还是买这种小洋楼比较好，但是价格确实也是贵的。我们县城工资水平大概3000-4000左右吧，但是我觉得，对于房价来说，其实这个，价位还是挺高的。多数人其实买房的话，基本上还是需要靠贷款来支撑一套房子的。你们所在的城市房价有多少呢？是不是比我们这边要贵啊？好了，那今天这个楼盘我们先介绍到这里了，我现在要跟他们一起出去玩了哈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